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，蓝绿抢票进入了最后关键时刻。国民党前文传会副主委郑兆兴在脸书po文秀出了空拍照，说这绿营呢外地立委来到台中海线要帮忙林静怡催票，但是却不尊重当地的交通安全，让海线险象环生。但是林静怡阵营也不甘示弱，继续猛攻严家国有地违建，炮火甚至延烧到台中市府没有作为。严宽恒的车队在雾峰扫街，补选将至，他全力冲刺，毕竟对手大军压境，外地立委纷纷到台中海线帮林静怡催票。国民党前文传会副主委郑兆兴在脸书po文秀出空拍照，批评不尊重当地交通安全，让海线险象环生。不吹公把人，不吹公家己，就是他们永远只有自己对，别人都是错的。而林静怡上午也在雾峰扫街，继续猛攻严家。除了说严家运用政治力影响台中捷运蓝线新增正英站，也在提占用国有地盖违建，严家都没有正面回应。那他们家也不是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用，他们也不是没有足够的房子可以住，那为什么要惯性的这样占国家的便宜？炮火还扫到台中市府，被说没有作为，连国产署到场勘查也没派人到场。按往例，并无规定地方政府一定要参加。违建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市府突发局表示，已涉违建部分已函请公所查报，龙井商路公所也于去年12月27日到场勘查，突发局将待国产署中区分署会勘记录后，依其认定违规样态依规裁罚。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，随着投票日逼近，选战越打越激烈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